横斜两种线条相互搭连，交叉处点上一针，避免长线松开。顶角起针，底角落针，简约的米字绣勾连起筋骨的传奇。针线往复，世事轮回，姚建平而今重回传统。明代杜锦的《仕女蹴鞠图》，中国古画，姚建平用苏绣尝试过西方，今天重回古典。怀玄纹路附以短针盘针，衣带纹饰匀密而不露针脚，厚积半世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平针、乱针、仿针，工笔、写意、光影，信手拈来，人物、动作、行为、题材、画派、理解，随心所欲。姚建平将毕生对苏绣的理解宣泄于丝帛之上，终成一派容针绣。在外人看来，不过是针法、色彩、题材的融会贯通，但在他心中，真正的融是将苏绣融进